联合大陆营共有本市一定的电费加政和特送班男女会员846人参加，女会员中文一化一二北门金陵马甲总厂金陵总厂等近五十地是历年来最大规模。846名来自35个地区的男女青年，他们除了学习正当的康乐活动以外，并且还进行作业、电发表、烹饪、辨别、竞技等项的比赛，使整个营地充满了快乐的气氛。